亲爱的爸爸妈妈，我在这边都挺好的，请你们放心，等我们在这边战胜了疫情，我们一定早日回家。亲爱的宝贝儿子，一段时间没见你了，妈妈很想你。我知道你现在在家里肯定会很难受，但是您一定要听话。我妈妈们会早日打败这个病毒，到时候你就可以和所有的人在阳光下自由的呼吸，自由的玩耍。老公，儿子，放心吧，我在这里都很好，我们这个大家庭团结友爱，温暖相助，我们一起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平平安安的回来，放心，等着我们。我想对我老婆说，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安全回去，等着我们，樱花盛开时我就在你身边。我在武汉一切都好，我们全力的抢救病人，你们也要照顾好自己，等我们胜利凯旋。爸爸，祝你早日康复，和妈妈照顾好自己，原谅我们在武汉之前不能陪在你们身边。老婆，照顾好我们家和孩子，臭小子，等着爸爸回去。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和信任，感谢我的老公李金城，他也是在这个民生保障的一线，希望我们能够尽快结束这场战斗，回家和你们团圆。我想对家里人说，希望你们放心，也希望你们能照顾好自己。我们很安全，我们会保证完成任务顺利归队。在这关键的时刻没有能站在你的身边，非常抱歉，但是我在这里过得很好，我今天所做的这个选择我也没有后悔过，请你们照顾好自己，在家等着我。爸爸妈妈你们放心，我在这边一定会保护好自己，全力的帮助和救治这些病人，早日战胜疫情，早日平安回家。我们在这里不孤单，我们不是一个人在奋斗，我们有新疆最好的医生，最好的护士，相信胜利的曙光一定会早日到来，相信这场疫情很快就能过去的，我们很快就能回家，武汉加油。我们保证完成任务，整整齐齐，完完整整的归队，武汉加油，中国加油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